我是给你啊，傻瓜，你永远都袂失去我，你看我敢不是甲醒过来啊？嗯，能够会当做我庆祝咱新的一天，我的愿望是那，我相信你的愿望，我也是。 对啊，我会陪你足来足来，而且我会逐天唱歌给你听。啊，那是我误会啊，耳根变重了呢。那呢，我就唱较大声的啊。哦，啊，那是差点作弊了。那呢哦。 咱就搬去山顶住，伫山顶唱歌，佮有回音，互你有被爱回绕的感觉。唉，咱讲老啊，佮爬山。放心啦，我会当做你的乖啊。你若是爬袂起啊，我都佮你爱。 陈静，陆冰阿姨，啊，你月，啊，你住伫遐，哪无甲我讲啊？嗯，是的啦，陆冰阿姨，我是我叫陈公买互你知影，啊，你平常时要照顾我讲，讲遐尔辛苦啊，对无？ 阿公嘞，哦，恁秋红阿姨哦，来台北做健检，阿顺续替阿嬷报名一个老人游戏治疗的活动，恁外公就对因去参加了。嗯，原来是安尼啊。诶，爸嘞，你伫咖啡店寄杯甜点，身体就好。是啊。 咖啡店的头家哦，拢甲我讲，人去就捧场的。恁爸爸就是迄个逐天甲你捧场的忠实顾客。你是讲，恁爸爸拜托迄个咖啡店哦，互你寄杯甜点，来才阁逐天去买。原来有总裁。 暗中一直支持明月啊！是啊，三太哦，伊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嘛。伊只甲甲明月老家要断绝爸仔囝的关系，伊其实想要关心明月，但不过佫想要顾面子，才一出嘴都无好话。你敢存在？你伫外面吃苦？ 才来甲你当头，拜托人求人收你一嘴饭吃，阿、啊、你欢喜啊、哦！
无人管你啊！你感觉真自由是？这就是你的爱。天气愈来愈寒了，你的心脏敢会堪袂？我得休息了。参照你这款身体，我得动换骨。我家就不好，我那一天爸讲的话是在关心我，我哪能听不出来啊？明月，你别怪你自己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哦，是要把你的身体照顾好好，别让我跟你爸爸替你操烦，知道吗？你放心，我只是定期回来找医生检查，过两天就会当顺利了，对吧？感觉是安尼，我看你的气色，敢那比之前搁较歹呢。歹势啊，陆平阿姨，拢是我无甲明月顾好势。啥不是安尼？啊，好了，我知。陈公，你陪我出去买一挂食的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明月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随回来。我会等你。好啊，有空。你老实跟我讲，明月状况是不是个恶化？我已经不知道要怎做了，我想要救明月，但是我真正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。你紧跟我讲。医生到底是安怎讲的哈？先讲啊，即摆我心脏正会救明月，而且嘛唔知影等到啥物时阵，才会用个等到适合的心脏，无人会当甲保证。医生佫有讲，啥？爱人提早。做好心理准备。想要讲也是行到一步，我的明月，明月哪会虽然无死命？如萍阿姨，那是迄当，我真正就是要活这个心脏。甲明月交我，替伊倒咧病床顶，安尼总比金目睭金金，看伊想得白疼一步，搁较好。你这戆囡仔，明月搁只少年呢，阮搁做伙无偌久尔，我甲伊搁有足济计划。啊，佮有足侪梦想要实现，我唔敢放伊走，我咪袂当为安尼走。如萍阿姨，你讲我变哪做？我到底变哪做才好？陈公，阿姨甲你讲吼，你即马爱做诶，就是爱坚强，你要好好保重你家己。虽然明月，伊即马也担袂着心脏，伊也
探过一旦就你的真心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从来哦唔捌看过明月，佮佮遐尼轻松快乐，迄拢是因为你诶，因为有你，我有伴伫伊身躯边。所以啊，伫等待外甥诶这段时间哦，伊嘛是爱好好陪伴伊，啊替伊加油。打气，再跑，啊！我在，啊！情更小，破别人明明都是明月，伊表现说比我更勇敢，明月哦。是一个很坚强的查甫囡仔，伊细汉的时阵哦，伊先捌讲过，讲伊无可能活超过十八岁。啊，不过你看，伊个，伊活到即马，拄到你，搁甲你相爱，我相信天公伯哦，即个嘛会保庇伊，所以咱哦，即马嘛爱相信伊，对无？刘佳瑶实在足可爱呢，怎互我等几暝？拄则明明讲要来，结果阁互我等几早起。伊安尼一直帮我混淆是啥物意思啊？实在足可爱呢。刘佳瑶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我要跟你婆婆妈当报告。现在是你婆的，试试呢？她有事先离开了，抱歉啦，请你谅解。那安尼，你啥物时阵会过来找我？你若唔讲话，你啥物时阵会过来？刘佳瑶，你回答我啊，什么时阵会过来？什么时阵？刘佳瑶，你这王八蛋，你这就看我嘞！是不是阮佳瑶害你受气？你哪遐尼无细腻啦？来，我抓我，来，无我无代志。思思，你哪来？恁公司的人拢知影我是佳瑶的太太，所以就喊你来啊。啊，真拄好啦，拄只看到你的门哦，无乖，我就家己入来。真歹势嘞，把你惊着啊。哦，无代志啦，是我较歹势啦。拄只我咧卖刘佳瑶，叫你听着。是不是佳瑶出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得失着你啊？在公司的电脑出问题啊！啊，我原本计来公司斗三工修理，结果医生甲我讲，要陪妈妈去病院检查，所以我唔才会
去到美。知影哦，本来就是真友好的人，对伊来讲，无任何代志比家庭搁较重要。家庭就是佳瑶跟我，你这个戆查某，敢若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尔。我知啦，啊，所以我只是想起阿妹妹的准度煞，我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多谢你对遐尼啊包容，遐尼啊照顾，安尼我才当放心，把佳瑶顾好你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甲恁公司的人对伊遐尼啊好，予伊有遐尼啊好的前途甲发展，我真放心。啊，是安尼啊？只是有当时你足不应该呢。我讲，你常常爱伊加班，啊，阮某囝是啥物照顾啊？所以敢袂当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莫让伊遐尔忝啊！无问题，我尽量。多谢你，真正是我的好姊妹啊！思思，啊你无陪佳瑶去甲伊妈妈检查身体啊？我有啊。只是临时有一个重要的客户要跟我签约，所以就先离开啊。毕竟我要加赚一寡钱，才袂让佳瑶遐尔辛苦，让伊一天到晚搞好伊常常在加班。那咧，你约刚签完啊，敢有顺利？所有的细节拢掌握伫我手头，你讲有顺利无？恭喜你，多谢你。好佳哉，你之前一直跟我讲，女人要当自强，我才会当遐尼啊坚强面对一切。你搁亲切甲我的话拢听入去啊？你伫我的心目中有真重要地位。我当然把你的话听入去啊。今仔日的思思哪有淡薄怪怪？刚刚伊有发现着啥？会用甲你斗相共，是我的眼睛啊。所以哦，我今日专工过来找你啦。来，坐坐坐。今日哦，炸只煲汤来给你煲一下。你打老天啊，未来哦爱好好做。啊，恁爸妈搁伫个国外，无人给你照顾，一定爱啉的。搁是重要哦。是啊，啊，进前哦真歹势啦，差一点仔，互你啉到无应该啉的物件。啊，不过这个无同哦。这哦，是老天以后在啉的煲汤。绝对袂补唔着，来，给你。想知影内面是啥物物件，我哪会敢啉？文珍，给你吗？这拢是用上好的中药去炖的呢，我保证你啉落去了后，真紧就会当有宝宝。哎，来，啉，来，给你吗？小小啊，啊，我等下再去啉就好啊。那安尼，你定爱啉吗？思思，我等下还阁要开会，你阁有啥物代志还袂讲完？哦，安尼哦，本来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，是甲佳瑶有关系。甲佳瑶有关系？哦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你拄则毋是讲你要开会？我看算算去啦，别麻烦你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哎，不要紧啊，咱是老同学呢，我就希望你能跟伊斗相共啊。会的代志我等一下时间电话再去敲就好啊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你真足有心的，等一下陪我去一个所在。好。
好啊，我先去替爸爸。你不是说这件事跟佳瑶有关系，啊，你怎么带我来念一点？就是跟佳瑶有关系啊。阮大家希望我跟佳瑶会当嫁生几个囡仔。啊，之前我伫高分啊，无啥物机会。今摆我搬来跟佳瑶做伙住，我想要好好把握。所以你是要爱我替你跟青春呢？是啊，因为我发现。佳瑶最近的体力足好，我明明下班已经真忝啊，但我煞一直想要，反正我就是想要穿青春内衣来配合伊啦。佳瑶会遐尔有体力，那是因为我常常甲伊补，想要到好处拢伫你遐，实在足无公平。文珍，我找你来甲我斗三工，敢会受过麻烦你啊？歹势啦，我的朋友内底哦，伫你个眼光上好啊。你来当替我拣着青春内衣，我相信我甲佳瑶阿公母的感情一定当愈来愈好诶。我哪有可能和恁阿公母的感情变到愈来愈好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拣着适合你。多谢你，我若是会当甲佳瑶顺利生第二个囡仔，你就是上大的功臣啊。佳瑶的个性较木讷，啊，不过算是外冷内热。嗯，太过性感可能无关系。这几年你看起来安怎？想不到你遐尼啊了解佳瑶。佮佮安怎讲？我嘛佮伊合作足久的啊，有些快了解伊啊。啊，不过伊私底下是啥物款的人，我是不啥清楚啦。你不是甲伊是青梅竹马，做伙大汉的，应该想了解伊才对啊。你讲了嘛对啦。佳瑶甲伊啥物款的，你拢遐尼啊了解，真正足厉害。所以佳瑶真正甲伊这款型的。佳瑶。是一个真简单的人啦，可能是因为伊自细汉哦，因爸爸都无伫咧厝的关系，所以甲因妈妈的关系真好。啊，即马心目中上好的理想对象，就是甲因妈妈同款，遐尼啊贤惠家，遐尼啊顾家的查某囡仔。所以才要甲伊妈妈迄款的查某囡仔。伊讲娶某，就是爱娶甲伊妈妈同款，遐尼啊单纯，遐尼啊贤惠。阿姨佫有讲啊，阿查某人哦，上好是爱装甲太过妖娇，愈无化妆愈好，迄才是上自然的。阿姨上讨厌哦，查某人混过甲足高诶，伊讲迄也毋是挑色盘啊。原来佳瑶佮伊无化妆的查某人哦。文珍，我佮会记诶。我甲佳瑶读大学的时阵啊，有一个身材真好、真敖装的学妹，一直甲高高甜的。啊，伊讲，迄根本哦，就是狐狸精。你若甲高调调，伊就会闪你愈远。啊，最后佫甲伊骂甲足歹听，我听了哦，真正是足不忍心的。伊真正遐尼讨厌迄款的查某人啊？是啊，可能是迄款查某人哦。就会想到因后妈是安怎破坏因的家庭的，所以才会遐尼啊讨厌。文珍，我嘛奇怪，是安怎哦？这世界遐尼侪查甫人，偏偏就是有一挂查甫人遐尼啊未见晓，遐尼啊无尊严，要去抢别人红色，要自甘堕落做人的小三啊！这世界本来就甚么款的人拢有啊！你讲了嘛对，我可能就是哦，甲伊妈妈同款，遐尼啊单纯，遐尼啊贤惠，
所以我甲佳瑶的感情才当行遐尼啊久，到即卖伊拢无离开我。你跟伊真了，佳瑶应该是会介意。刚讲伊我受够真，所以佳瑶才一直对我若即若离。我是不是应该搁做一寡改变？你讲啥？伊暂时无要搁送甜点粿加袂啊？啊，好，我了解，多谢你哦。明月奈熊熊无做甜点啊？啊，陆平啊，爸在休困啊。嗯。啊，陆平啊。阿爸这几天啊，一直要给我讨啊明月做的甜点啊，现在刚才啊，这咖啡厅的头家娘啊，伊跟我讲，明月无要再送甜点粿寄未啊？明月伊住伊啊？啊，是不是？伊的心脏病搁发作啊，所以暂时无法度做甜点。而且，伊这届唔知影当时才会当出院。啊，是不是真严重啊？啊？明月现在的心脏除了外心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我下晡去看伊的时阵，听到这个消息，让我又想到我当初失去明月的那款感觉。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救咱的祖囝啊！也不过单台心脏移植的人遐尼多，唔知明月敢有迄个机会？虽然我一直鼓励因爱有信心，也不过我的心内其实比小可较惊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用尽我所有为人脉、约个关系，予咱明月先活心。三太袂用。你若是利用关系去抢走别人活命的机会，就算讲明月会当继续活嘞，伊嘛会一世人良心不安的。要不，可今摆要找到这适合伊子的心脏，这机会是真小呢。我若是无做啥，安尼，不是等于目睭紧紧看咱明月伫咧等死啊？我知，要不过今摆。咱干那会当去求神明保庇伊，予伊活落去。当初咱领养明月的时阵，我带伊去拜拜，啊，神明有收伊做客查某囝，你敢会记？我会记得啊。我即马开始哦，都逐天去求神明，求神明保庇伊。赞啊！你先互相看卖者，看咧有好看无？海哥，这敢会看口子？是啊，咱袂看口的。我安尼行出去，大家拢知影我是兄弟啦。啊，那安尼，我今仔日啊，把恁兄弟的气质拢洗掉，互恁以后对我出门的时阵哦，拢以颜值取胜，好不？海哥，别那说，也唔得简单，去甲恁兄弟这两支洗掉啊，拢要洗掉啦。好好是。海哥，兄弟拢洗掉啊？嗯，洗掉啊，刷落来就要漂白。漂白？无是要哪漂白啊？哎，头一点吼，得漂白恁的气质甲个性，吼。今仔日我有请一个客衣工大师，要来教恁安怎修身养性。大师哪还袂来啊？尤其你看卖者。
老师你来啊！哎，欢迎欢迎。为着阮大家气质吼，大家甲老师敬一下礼。老师好。老师，请。大家好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空空，是我的体认。人生来空空，去嘛空空。人甲人斗阵，拢是一个缘。缘有善缘，有恶缘。什么是善缘？什么是恶缘？善缘就是慈眉善眼，甲人好来好去就是善缘。每天甲人相拍，就是恶缘。有一挂社会事，无抢无拍，哪有可能吞得落啦？对，咱这世人就是因为一句吞袂落，所以今日我要教第一课就是吞。啊，吞敢够耍教？就是讲的，就需要你教。爱命就爱吞，吞袂落去一定无命的。委屈爱吞，性地爱吞，欲望嘛爱吞。这不只是修心，嘛是养性。因为受了委屈，会甲冤家相拍，往往拢会惹来杀身之祸。所以委屈爱吞。拜托的，这款代志哪有可能吞得落啊？哎。点点听大师讲啦，今日要教的第二课是静。哦，那这真重要呢。啊，海涛的，像阮这款强组的，哪有可能静啦？上困难啊！安尼哦，哎，大家坐哦，大家坐哦。来来，坐了坐坐坐。大家把目睭开开，啊，啥物拢莫想，莫听，莫讲，静静啊，莫出声。敢毋是叫你莫出声？哎呦，放屁这种代志，我也袂当控制啊。讲卖出声，这下卡来呀！挂掉。大叔，我要变数。啊，卖人了啦，还变啥？阿大，卖生气啦。哦，大叔啊，真歹势啊，我袂记爱吞话啦。啊，不过这细汉的啊，真歹教呢。无我看安尼啦，连工才阁麻烦你啦，哈。请问。上台书记，台书下。无采我请台书来教你安怎修心养性，看敢会用改变恁的气质无？谁知恁这尔不修家啊？我爱吞落。奇怪，哪有无看迄人啊？猜猜我是谁？我哟，一定是一只性感小野猫。哦哦，也唔对啊！当当，你哪像安尼啦？安怎？清纯型，跟我盖，好看不？好看是好看啊，想讲甲你平常时的穿差无啥共。我专工为你装的呢。你介意的？难道你讲我介意，还是我无够清纯，无够朴素？我有够啊，已经足清纯足朴素啊。那你暗时你要好好表现哦，我就期待。我尽量啦。哎，这样。啊。老公，你看，就澎湃哦。我带你穿鱼呀、虾呀、生蚝啊，够吧？吃完了，你精神一点就好。
哇，你安尼穿甲遮尔啊澎湃，这是当然啦、啊。以前无简单才过来看我呢，当然嘛爱穿较澎湃。你拢唔知影，我有外想你。我母仔俩阵，咱安尼搬出来啊，我得当常常看到你啊。结果刷电脑拢见袂着你。哎呀，好啦，歹势啦，我嘛唔知我妈因会向我走来找我。惠弟，你也袂当安尼对待我啦。你敢知影？我本来拢满满的期待，结果拢变成满满的失望，就亲像伫个天堂，那落去地窖同款。我有偌可怜，偌寂寞。哎呀，我知，啊，以后我会尽量避免这款代志发生啦，好无？我真唔相信你。你逐摆拢开这种空头支票，代志若是发生，你就把我放伫最后一个。好啦，文珍，我甲你保证，以后绝对袂啊，哈。你讲啊、喔？嗯。那呢，你应安，就待伫个家。今仔几暗？当然啦，因为我还有真侪 surprise 要予你哦。好，那呢哦，我打电话甲思思讲一声，好。我就知影，你袂让我一个人独守空闺。我当然嘛袂留你一个人，因为我会唔甘啊，对不？我稍等下哦，我来甲思思讲，我临时甲客户出去应酬，安尼得啊，好。我嘛拄好要打电话给你呢。你才拄想要打电话我，什么代志啊？你什么时阵下班？大姐在咱家等你回来。刘佳瑶，我今天有准备火锅，紧回来吃。啊，这哪又来啊？伊想要吃火锅，要不过一个人吃就无聊诶，所以才会找咱做伙吃。刘佳瑶，下班啊啦，紧回来。那无我去恁公司抓人啊！这对外伊这款代志特别敏感，我知伊一定作我回去啊。小等下，若是佮想我回去，伊一定会怀疑的。加油！啊，你今日敢阁需要加班？我今仔唔免啦。啊，小等下代志处理完，我就随回去。奶奶，我等你回来啊！刘佳瑶，赶紧的哦！限时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我知啊，你足烦的。你看我这个大姐哦，还是有淡薄的威严，叫伊下班就下班，唔敢加班。大姐出马，谁与争锋啊？我嘛是无法度的啊！恁姐姐叫你回去就回去啊！村里有事事，想走就要回去啊！袂用急啦！你敢知我姐个身躯顶袂输装个偷心侦测雷达同款，对外遇出轨是特别敏感的。若是我知咱两个代志，死到咱真正死到足歹看的啊！我真唔敢！哎呦，好啦好啦，你先听我来啦！文珍，我姐哦，伊毋是省油的灯。我细汉时阵，就捌亲目睭看伊是安怎对付玉莲阿姨，伊超强战斗力是足恐怖的。你若希望会当教我吼，做伙孤孤单单，你就别去抓伊，好？为什么？你已经把我放了一个人几啊摆啊，想做牺牲的人拢是我。好啦，文珍，即摆只是暂时的啊，你著小忍耐一下，莫阁为难我，好无啦？好，你要当爷爷的，
那安尼，你上无嘛爱甲我遐爱心晚餐食完，你才会当回去。全部。当然啊，食完才会当回去。啊，若无，你免回去。好啦好啦，我吃我吃。就是爱人做才会好吃。姐，你以后下班若有闲哦，来当店店做伙食饭啊。好啊，哎、欸，我学做一手落菜，是恁家无厨房若无，我得要煮给恁吃，那是人间美味。安尼好，以后等我到家以后，较大间的厝了后，就有厨房会当煮食。嗯，好。叫阿达，哎、欸，跟起来叫。好。哇！啊，哪煮这多啊？因为你最近常常加班啊，工课遐尔忝，我就唔甘的，所以专工煮这哦，来给你慰劳一下。人咧讲啊，要抓住老公的心，就要先抓住老公的胃。我以后一定要用心煮食，安尼下班哦，就是要回来厝的，袂常常伫外口讨食。啊？哦。是啦，思思，我知你两个就恩爱，你不需要在我面头前咧放闪。你是要我等着小辉哥的时阵，该刮墨镜啊？来给只刮。啊。啊，这下。对对对对。好吃不？嗯，好吃好吃，做好吃。奶奶啊，我替你加卡一碗汤。啊，来，天气遐尔寒，你上爱吃火锅啊？你吃寡，等下给我你上爱吃牛肉。加油！啊。那白吃，这是思思专工为你准备的呢，紧吃啊！哦，哈、佳瑶，你是不是真正在外口偷吃？啊，那无，我看你拄则拢无想要吃迄款的。无啦，我哪有？我不吃啦，我是感觉这汤哦，足烧的。足烧的，来来，我替你背一碗，我好啉。安尼哦，应该会当食。哎呀，可能是拄食李文珍遐海产食伤多，即马胃足无爽快。不过我也是袂当互因看出，我也是爱想办法继续食。我还有三碗这个吼，过年特别商品，五色数钱包，等一下咱吃饱吼，会当摕这来做点心。潘婶，我今妈巴肚无咋爽快，我先去便所一下。啊，来雄雄做便所啊？你是着搞医疗？无啦，嘛唔知像啥物物件，敢那咧过敏的，而且哇，我即马胃足无爽快。啊？啊，咱也无食海产，你哪会过敏？啊？像我过敏，
一定是吃海产的啊，啊，可能是这阵仔伤忝啊，啊，免疫下降造成的啊。无无，你这应该是急性荨麻疹，嘿哦，大部分拢是食到无清气的海产才会发作。无可能，文珍准备的海产一定拢是上高级、上鲜的，哪有可能？好痒啊！你敢落暗暝？啊！你还是来挂急诊啊？啊！免啦，免挂急诊啦。啊，厝内毋是有迄抹过敏药去抹抹就好啊。佳瑶，那你真无底线啊！你用过敏干安尼啊？你搁想讲抹药就好啊？哎，这过敏吼，若是耽误着，迄效果是足严重的，你敢知？是啊，顶个我陪我妈妈去病院，看到有人因为过敏啊，气管拢肿起来，才一点仔小咳。所以哦，你还是紧来病院，别耽误着啊，哈。佳瑶啊，哇，好佳哉哦，思思来台北，甲你做伙住，若无你出什么问题，拢无人知影。你就要好好珍惜，你有娶到思思这么好的某。杨小姐今麦北京是稳定落来哦，不过心脏移植还有上好的办法。是，我了解啊，我一定会陪伊，等佮伊当做心脏移植的一天。多谢医生。歹势啊，医生，请问一下，你敢知影这是甚物药啊？这是治疗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口服标靶药物了。这是治疗白血病的药啊？你确定？医生，你搁看我怎么做的？这不是什么吃头痛的药啊吗？我们对了，这绝对是治疗白血病的药啊，不是什么其他药啊。是不是变瘦啦？啊？一个人哦，伫短时间内变瘦哦，除了破病以外，一定是受到什么巨大的打击。哎呀，趁全的白血病又夹起来。多谢医生。那无跟我讲，我能去接伊啊？免啦，大家拢这么无闲，我家己一个人回来嘛才方便啦。阿爸因当时回来台湾啦，因更辛苦，无回来台湾啦，今年敢会回来？啊，恁爸的个性你嘛是知影，伊常常安尼独来独往，啥物时阵想要回来哦，无人讲会准啦。我得开伊想想的，明仔就回来啊。阿是讲爸，我是伫台湾出事的啦。啊！跟我咱这无伊思念的人，我甲恁爸拢已经结婚十几冬啊，伊的过去我无问，伊就袂讲。阮两个人就安尼互相扶持、互相信任嘛。啊！伊伫咧台湾是毋是有啥物互伊怀念的人，也是啥物代志，我就无啥清楚啊。哦，阿妈，阿这婚期真正够着，一定足忝的，要不先等伊休困，倒来公司啊。对。我落飞机就过来看你的，啊！以后拢还袂坐小，你就袂赶我走。我先去便所啦。啊。你想到要骗人啊？你是在讲啥？你白血病复发，想到可要搞骗人？
想让你知影，我想你别烦恼尔。我敢袂用个袂烦恼，你让我感觉我这个兄弟是作假，你敢知？欢喜的代志，咱所有分享啊，啊像这种无欢喜的代志，我将面对就好啊嘛。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不敢对于飞表达出你的感觉？我拜托你，这件代志千万袂当让伊知影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我无想要看到伊甲你同款啊！你即摆为着明月的代志，逐工走病院，我无闲做工课。于飞家己代志做袂了呢，我无想要让伊加烦恼个。你莫替我甲于飞比，你爱让于飞家己做决定，毋是像即摆咧欺骗。伊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卡叔讲伊知我身体的状况，一定想要照顾我。啊，到时阵伊的身体是袂堪，或者是袂安怎？我再讲，破病是我一人代志，我无想连累到伊啊。你敢袂用莫遮理性啊，莫遮冷静啊？就算你阮换这个事实，宇飞敢会因为安尼变阿快乐？我家己的朋友会偌恐怖，我怕家己知影。我无想看到我身躯边每一个人，逐天为着我艰苦、伤心、流目屎啊！我的血癌会复发，这就是我的命运啊！既然伊唔肯放我煞，我是会当安怎？假予一人知影，只是更艰苦尔。陈群。你拄才在讲啥？出去哩！郑权，李白血病阁复发是无？啊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即马会接受治疗啊。哪安尼啦？亲像毋是已经治疗好啊？玉飞敢知影？啊，伊毋是我的相啊，我想怎要互伊知影？搁再讲。我即摆身体状况安怎？我是会当互相什么承诺啊？你放心，我袂让你出任何的代志。真正会当打败这个病，即摆嘛会用的。嘛是的啦，我的身体一直让你这样烦恼着。陈哥，郑权打病的代志，绝对袂用涉到。我知，我甲郑秋有代志要讲。进来。你看，你气色这么不好，我哪会拢无发现呐？我实在是一个。是无好的妈妈呢？妈，你是在胡白讲啥？你是全世界上好的妈妈，是我，我甲你顾好啊！啊，你破病是安怎无要甲我讲啦？我就是惊你会烦恼啊！你这个戆囡仔，不管你是不是有破病，我这个做妈妈是永远拢会烦恼你。妈，你放心，啊，虽然这边足麻烦的，也不过我一定啊会提出勇气来面对伊的，啊。袂啦，我即马联络美国医生，互你倒去治疗。妈，我无想要离开台湾啊！啊，搁再讲，咱台湾医疗这样进步着，是世界有名的。袂用的啦，我袂放心啦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莫把我当作是病人看好无？啊，那我干哪会啊，更加艰苦呢啊！你放心，你就用我家己的方法去接受治疗嘛。我真正无想要因为安尼就影响着我的生活，我更加无想要因为安尼多别人可怜我、同情我啊。好啦，那恁又留伫台湾治疗啊？不过你要答应我呢，
若是有迄个需要，爱当去美国治疗，你着袂遐拖，知无？我知，我无代志啊，哈。刘总裁，你来看明月啊！你阁有啥物问题遮？刘总裁，你又怪明月离家出走，你讲你会好好照顾伊，结果呢？你甲照顾甲变成啥物款啊？你阁有啥物面留伫咧明月身躯边唔走？是的，是我唔对啊，我应该随时。注意明月身体状况才对。我唔要讲啊！即马随我离开，永远唔要出来。尤总裁，请你别赶我走了，给我弥补，给我照顾明月。明月即马伊当需要我，但是我离开，伊会受着搁较大的刺激。拜托你，为着明月好，请你暂时先忍耐一下。你给我冻出空气嘛，无要紧啊！拜托你，莫这个时阵把阮两个拆散，我求你，拜托的。爸，你莫阁怪陈公啊，好不？是啥物人讲你会当落病床的啊？哈！明月，你即马阁出去的，我扶你等伊病房，吼。安尼都较舒适啊！你的水大袂？我添水予你啉。阿你甲恁爸开讲一下，哈。爸，成功，伊为着要照顾我，甲伊工课拢等嘞。伊无半句怨言的，爸，多谢你安尼疼我，我了你生气，也毋过你煞伫个背后支持我，帮助我，你偷偷去找咖啡店头去参详，买我甜点的代志。妈妈拢有甲我讲啊，我毋是你亲生的，也毋过你对我遐尔好，即世人我欠你的温情真正受罪啊！你即马才知影，我是真正甲你当作家己亲生查囝伫咧看啊！我甲你是比甲陈浩还阁较亲，即马知影阁会当安怎？爸，虽然你对我真严格，也毋过我感受会着，你对我毋茫甲爱，只是人。我若白虎报答你的恩情，后世人我一定会还你。唔通你讲，我甲你妈妈讲过，我会无惜一切代价，替你找到适合的心脏，让你活落去。顺其自然，好不？生死有命，我相信天公伯会做出一个上好的安排。我真正无希望爸爸用什么特权替我争取活落去的机会。你哪会跟你妈妈共款这么戆啊？这个世界啊，
本来就是有才调的人，才有特权。要不过生到死是一件真公平的代志，袂用强求的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弃任何希望，我会好好保重我自己。一道休困就加休困啦，其他的你什么都莫想，我马上来去。总裁，你来跟恁爸讲无两句话啊？明月。拄则我伫外口听到你阻挡恁爸用特权在你手心中，我只有一个感想。什么感想啊？你除了就善良以外，搁少讲话。阿哥啊！天公疼戆人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会给你这个戆人，等着写你的心中的。先不用再说，心如秋如萍的拥入杨明月，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伊即马等咧等待有人移植心脏给伊。明月伫我失去亲生后生，人生上绝望的时阵出现，若不是伊，我可能早都无伫这个世间啊。新明啊！我是杨明月，永北杨三太。阮太太讲的无问题啊。当初若不是因阮早起杨明月出现，阮这个家庭要完整啊。我的太太嘛无可能去想到伫我的辛苦边，所以阮这个家是明月靠起来。虽然明月跟阮无血缘的关系，不过伊给阮足侪温暖。希望甲爱是的，明月这个囡仔真大心，伫所有人拢无了解我的时阵，是伊给我上最温暖的。嘛是因为有明月甲我作伴，我才有第二次做妈妈的机会。心灵啊，我查某囝人生才拄要开始呢。请你一定要保庇伊，保庇伊，让伊等到适合伊的心脏。拜托你，拜托你一定来保庇阮早起平安无代志。拜托你，我愿意借我的血收予伊。新明啊，请你千万唔通借阮太太血收，我杨三太一定会回馈社会。帮助更多贫苦的囡仔，拜托你，拜托你一定来保庇阮曹家杨明月，别办无代志，拜托你。天地对打飞，幸福倒位找，偏偏总有目屎。这个机会对啊，相信一定会当啊，保庇咱明月平安啦。
三太，多谢你，为着明月，我特别来求神明。明月是我的早嫁，就亲像你讲的啊，伊只是人之前我一个爸爸，只要会当救明月，我什么拢肯做。我嘛是甲你同款的想法，为着救明月，我什么拢肯做。三太，你看那个信徒安尼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拜，伊一定嘛有最重要代志来拜托神明。我嘛想要下愿替明月祈福。安尼啦，你也较袂痛咧，我来。唔过。三支香，求福人，予阮一生的经过，会当无恨无怨无。怎样？怎样？现在看起来遐尼无精神。是毋是昨昏伫我遐食生无海鲜，结果拢甲死死？你小别讲啥啦！我昨昏一回去哦，就规个荨麻疹夹起来，就到强要起痟，要去病院注射，我哪有时间买药？那会想想我代无志得着荨麻疹？我的医生讲啊，食可乐到贝可乐海塞，容易引发这荨麻疹，是过敏的。文正，我知影。你是为着我好，不过以后你着莫甲用遐物件我食啊。啊，尤其是昨昏，我会甲思思要甲嘉顺解释，我是安怎来改变，我是安尼解释规波的。较早吼，后来有相信。我知影，是的啦，是我让你为难啦。你放心嘛，以后我袂阁做遐物件给你食。你即马感觉安怎？阁有倒位阁爽快无？我食药较好。只是思思较辛苦啦，伊昨昏为着要伫病照顾我，规暗拢无睏，啊囡仔无请假就去上班啊。伊为着我安尼做，我真正感觉足对不起伊的。你昨昏若是留伫我遐，我嘛会当好好照顾你啊，我嘛唔惊辛苦，唔惊忝，甚至会当照顾到比思思更好。不过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心内嘛就袂得过。我看做公司是蛮喜欢好朋友啊，我不忍心看伊辛苦。我想着啊，以后你若是难无爽快，你来去我遐休困，莫让思思操烦啦。伊逐天徛我多摆呢，若是搁参像今仔日安尼去上班，精神无好，会足危险的。你嘛真清楚伊的个性，只要你一破病，伊就无眠无力照顾。这，我知影你的个性真善良，不过代志不是亲像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万一一无细意，代志变空，都要先造成真大的困扰。我知影，不过让你为难。其实我真清楚，是我家己的问题，我无安全感。不过，那是因为你这几天一个让我希望，一个让我失望，我难免会患得患失，所以才想要多找一段时间跟你相处。其实，你只要会当找时间来陪伴我，我就足满足。
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想办法找时间哦，较早去陪你。嗯。阿珍，多谢你愿意体谅我。我知影你受到真侪委屈，不过事实伊嘛是无辜的。我对恁两边拢亏欠，拢责任，所以我一定爱做到吼两边公平。我知影。哎呀，你条盘呢，哪甲思思这么讲？哎，不是迄当阵，你陪我做去买送我思思礼物嘞，哪伫遮？上公，我这条就是思思一条，这是我家己买的。其实，迄个时阵我就偷偷改了。我看到你为女朋友遐尔用心，我的心内是足心酸，也足心酸。所以后来我就走倒去一间店，买一条同款的，偷偷挂起来。而且我搁幻想是你送给我的。你讲，我是不是安尼足天真？就好笑。你若是让我送你，你就直接跟我讲就好啊，是安怎？你真了委屈你家己啊！你这条卖挂，我可以另外买一条，要赶快送。真是嘞，那你今日下班，咱去逛街，那倒好见。好啊，来，紧吃。嗯，来，郑思思，这款代志你袂影响别个。来，嗯，老公，嗯，公司予人的感觉吼，就是无同款，甲遐阿萨布罗公司比起来啊，加外气派嘞。海哥，我有听人讲，树大就是美，人潮就是钱潮。咱公司若是想要赚钱，都爱甲这种大公司合作。嗯，你讲了无唔对啦。就算讲吼，家利润压较低嘞，也唔过大公司客源济，薄利多销，同款嘛是能赚大钱啊。哎，早哪知影哦，都爱找这种大公司来合作，较免安尼，我逐工啊拖老命，去做变装、做直播，话个骚声，搁赚无钱。哎，行啊，即摆你入大公哦，这个合作案若是用个讲成功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亏待你，一定给你吃。好，多谢海哥。嗯，你嘛有啦。多谢海哥。等我若赚到钱吼，生意愈做愈大，我嘛赶快要起一栋这种规模的大楼。我的号名叫做“四海一心，四海楼”。好，啊对了，咱约好的时间要到啊嘞，咱好又要讲生意，赚大钱。好，去。你要创啥？这位先生，你安尼问，敢是真奇怪啊！我来恁公司当然是要找恁头家讲生意的啊。歹势哦，阮这是大公司，无可能让恁伫个这乌白乱舞，请恁赶紧离开。对、哦，小李。恁这个看门狗，真正是看人无看家呢吼。敢袂，我是狗。来，来者是客，你替恁头家咧过门，对人客嘛要较客气，还唔才对。哦，佮我讲大道理呢。啊，我无是要甲你冤家啦，安尼有失我的身份，行吗？这是我的名片。你若是唔相信我是来讲生意，你应该问恁总经理的秘书，
看到阮干事已经甲恁总经理约好。海哥，唔免甲即款人客气啦。哎呦，代志讲清楚就好啊。咱以后是要做大生意、赚大钱的人呢，何必来甲这种小人计较？啊，安尼敢不是表示讲咱的腹肠不够宽？唔通袂记的呢？我是海玲王的，啊，海哥教了是，我知影。就等下，阮总经理已经伫咧办公室咧等你啊，拄好有得势的所在，请你多多包涵。无代志就好啦。我的名叫做树海，我的个性嘛，同款是树海。代志过去就算了啦。就等来得请。李伟，总经理，我老板来啊。哦，请李伟。是。这个赵老板虽然是第一卖海产，也唔讲听讲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呢。我顶多要看卖是啥物货色。恁头家？阮头家。唐总经理你好，我就是赵树海。你是赵头家？这是我的妹子。啥子？工作应该知影，目前直播界上红的，就是我赵树海所主持上顶级的海产拍卖——海龙王海产公司。唔知工作诶，敢捌看过阮的直播哈？啊，歹势啊，我想无闲啊，无时间好看。你会当即马看啊？啊，唔免啊，我等下过来开会。你有啥物合作想法，还是赶紧讲。好，那呢，我就直接讲啊。你敢若听到我的外号海龙王，就应该知影，土地方面的代志是归政府管的，啊，若是海里的拢是我管的，啥物海产我拢有啦。就敢若保育类无，阮海龙王嘛是爱配合政府的政策啊。简单讲啦，就是恁杨氏集团真好买，嘛算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卖场。那是阮海龙王的上顶级的海产，会用伫恁大卖场卖，我相信一定会用创造真好的业绩。海龙王，这个名，哪会感觉最近才听过啊？哦，我想起来啊。最近有一段影片哦，内底就是一个叫海龙王的直播主咧卖物件，去用拖出去吧。敢讲都是赵老板你啊？迄是一个误会啦。解释清楚了后，就拢无代志啊，哦。歹势啊，赵老板，我恐惊无时间陪你讲落去啊，歹势。阮党的专工来恁玉石集团，甲恁讲生意。话都还袂讲两句，脚总还袂坐烧，就要赶人走。我看你真正是欠人的钱款哦。你讲啥？小爱，讲话卖无礼貌啦。海哥，像这款人，讲话都爱较冲的啦。江总呀，我嘛想要请教一下，我坐落来脚掌还袂烧嘞，你就要赶人客啊？我即摆恁杨氏是钱赚有安，拢无想要做生意就对啦，吼。我有话就直讲啊啦，阮卖场卖哦，拢是上高级的食材，所有要跟阮合作的厂商哦，拢爱配合阮公司的宣传营销，还佮有付款周期，
搁爱接受阮的抽验检查。我看你员工的素质了，我唔是做乌的啦。哼，我嘛唔是做乌，嘛唔是咧做白的，我是咧做水产的。哈，无论啥物海产，我拢有啦。而且阮公司每一个人拢是精英分子啊。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阮这斗阵的拢会用个配合的。赵老板，你话拢讲到安尼啊，我若无互你面子，敢那讲袂得过吼？也毋过，阮有阮的规矩啦。迄小爱开七个月票。啥？七个月？未免嘛伤久啊吧？明仔若是较短，敢开会着？行啊。王总经理，即摆生意无好做，这票期敢会用较短算？我拄仔已经有讲啊啦，阮有阮家己的规矩，你若是无得接受哦，就莫合作啊。好啦，那咱就照你讲的啦。海哥，咱嘛别当受委屈啦。江总诶，我希望咱的合作案哦，会用量产进行。较早，予阮海良王海产用个伫恁个大卖场卖。吼，我话拢讲到遮尼白啊，讲硬要连起来，看起来这树林藤哦是害袂掉啊。那安尼，我只好予你知难而退。江总个，你感觉安怎？安尼敢会用个？哦，那安尼，我就用我总经理个一款。予恁先伫阮个卖场试卖，也毋过恁敢有法度做到一天一季？啥？一天一季？安怎？做袂到啊？阮卖场哦，需要货量真大，手上若无够力，真歹合作啊。阮党个外号海玲王，实力绝对是有够个。啊，毋过你讲一天一季，我看。你根本就是挑工咧刁难阮的哦！阮的规矩就是安尼啦，你若愿意就来，我是无勉强的。海哥，这件代志煞煞去啦。既然咱拢已经来到这，那会用就安尼准拄好伊。是讲工作个啊？敢真正就爱一工一季？敢拢无法度通参详？恁若有法度一天一季，我就马上给恁买。好了，海哥，这件代志我来。我嘛归啊，我嘛归啊。恁即摆在创啊？是你讲的啊，一天一季。只要你愿意，马上将阮的海鲜上架，卖讲一天一季啊啦，叫我甲你磕头，我嘛做会到。聪啊，无你即摆是咧跪安怎诶？是你讲好诶啊？我是讲好，我后面是讲好，甘愿生你卖做来走啦。聪宝卖聪啊，海哥，以为嘛讲较紧呢？江总诶，我伫江湖嘛走跳真久啊呢，也毋捌听过讲，达一间大公司有一种规矩，叫人爱一天一季的，啊？哈哈，无江总诶，阮笑啊拢已经跪落啊呢，啊你搁笑安怎？搁笑啊大声？我讲诶一天一季哦，是货贵诶贵，毋是叫恁跪落来跪啦。而且我不是恁的士大，谁爱恁跪啊？恁若愿意跪哦，我今晚会拍这衰嘞。嗯，原来是会跪的跪啊！你搞装笑的哦！哎，你应该无啥物甲大公司合作经验，这是头一届吼。
无经验、唔捌规矩，就爱讲啦。赵老板，出来江湖走跳，唔捌就爱问，唔通计较。啊，若无是去用看笑话呢？康总诶，阮确实是哦，较无经验啦。你若是用啊，还一寡时间哦。歹势啦，我啥物拢有，就是无时间。而且你要跟我合作哦，都应该把所有代志拢准备好。连这种一工一规基本数量术语拢唔捌，是要怎跟我合作啊？江总诶，我希望你给阮一摆机会，阮两个回头学习吧。我无遮闲啦，而且要跟我合作的厂商哦，已经排到外太空去啊。外太空你听有啦吼？啊，阿介若要找阮合作哦，就麻烦恁排队啊。顺行，我送。刘老板，请。行。范姐，总经理，够啥物项目？你要约客户，拢袂晓先见一下。像这款人嘛，敢约来跟我见面，你当作足用的哦。阿介，你若搁凊彩约这种人跟我见面哦，你就爆花空来当食家己。是，总经理，以后我会注意。出去。是。佳瑶，等一下，咱先去食饭，然后再去踅街买破链。好啦，你等我，我去开车。试试看，我先坐坐。喂，思思，什么代志啊？你今日敢袂当来食暗顿？我今日袂当去食啦，因为迄物流公司。电脑用用够将，我习惯去处理，所以你家己食就好啊。安尼哦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到恁公司的门口口啊。你讲啥？你伫我公司？我就想讲，今日卖厝啊，咱做伙食暗顿。我已经看到你啊，原来文珍就伫你的身躯边啊。文珍，思思，哎呀，我也破了。真拄好，恁两个人做伙下班啊？系啊，阿得拄好伫门口拄着。真拄好。文珍，你敢食过啊？我想讲你若还袂食哦，咱就当做伙食，餐厅我订好啊。唔免啦，咱家己去食就好啊。咱伊家会无闲诶。敢是？唔是。你着卖甲搅了啊！真可惜诶，我本来想讲要找机会甲文珍坐来，好啊，食食饭，开讲一下啦。想袂到，也是无迄个机会。不要紧啊，等下再个约就好啊。行啦，咱先来。啊，文珍，我先来啊。靠啊！已经连续过了天，思思为我的身躯边把这条抢走。邓姐，其实我只是想要去做前面，啊，另外再去嘛不要紧啊。我想讲跟恁做伙去吃，安尼较劳累。好啊，文珍。你平常时只照顾佳瑶甲我，这顿饭哦，一定要给阮阿婆，我来请一下。行。甄小姐，你定的位置伫遮。哇，这间餐厅的装潢袂歹哦，看袂出来思思遐尔浪漫。是啊。我听人讲哦，阿婆的感情得爱经营啦，
尤其是我家姐呀，有囡仔阿阿婆更加用心。老公，你讲对吧？对，对了。啊，我袂记哩啊，我订的是两个人的位。完了啦，夫人，请拍摄，敢袂当替阮换三个人的位？拍摄，阮客满啊，只有剩这个位尔。了解啦，多谢。啊，既然无位啊，好看你跟接过来啊。确实啦，两个人的位要挤三个人，是有较客啊。事实无安尼，咱去附近找看嘛，看有别间餐厅无？这附近，敢那有一摊卖卤肉饭的路边摊呢，我是惊蚊虫食袂惯死。啊，是啊，我无介食路边摊。啊，阮既然拢已经来啊，我就过去啊。或者啥，三个人去做伙，要紧啊。今日蚊虫你愿意，奶奶等一下再叫服务生哦，加一块椅啊，咱三个人去做伙食。别卖啦。啊，这桌啊，这细块着，也可能放两个人食的物件尔。嗯，佳瑶讲了有道理的。啊，本来要给两个人坐，啊，即摆硬要加一个人，四到三个人哦，拢会无多食呢。惠弟，咱拢已经拄着啊，啊，无试看卖啊，咱会知影是毋是会用的。既来之，则安之啊。好啊。加食寡，你上爱食。多谢。文珍，你讲有奇怪无？一般的囡仔拢真惊食苦啊，啊不过偏偏佳瑶就真喜欢食这样咸蛋炒苦瓜。老公，你敢袂记的？咱细汉时阵啊，佳纯姐、佳烈啊，佮我拢唔敢食这啊，啊不过佮其他大人嘛，所以就偷偷放伫你的碗，拜托你食掉。我当然嘛会记得，而且我会记有一年哦，我一个亲戚送一束足大箱的苦瓜来，后来我妈就逐天炒苦瓜。唔呐炒，还佫有炖迄苦瓜汤啊，凉拌苦瓜，苦瓜炒排骨，还佫有一个上咸的，是做迄苦瓜小笼包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家会记我妈用来试卖，后来我有人去点，就叫阮家囡仔拢来食完，而且迄摆小飞毛来，伊嘛是做家己的荤拢我食。哦，迄当阵哦，我一个人连续食三份的苦瓜小笼包，食到我感觉人生真正有够苦的啊！半年时间哦，我拢唔敢食苦瓜。哎，啊，看见哦，你连迄苦瓜汁事件嘛拢袂记了。哦，看到你哦，我真正就心酸的。那不是后来我转学啊，啊，若无恁今麦讲的话题，我得当家己吧。文真歹势啦，阮两个阁讲阮囡仔时阵的代志。歹势，文真，讲话讲到袂记得，你嘛伫个边啊，你莫见怪。袂啦。其实咱嘛是有共同的回忆啊。啊，五年级的时阵，我会记班上的前三名，拢是咱包班的。啊！即摆文正雄走来甲我讲，伊即摆一定要考研哦，结果嘛是甲考输啊，而且伊甲起甲哭的。对啦，我想起来啊，以前我起甲哭的时阵，我有甲佳瑶讲，千万袂当甲任何人讲出这个秘密。思思，啊，佳瑶敢有甲你讲这件代志？无。啊，佳瑶，你真正足守信用的呢，我已经经过遐尼侪年，拢无讲。其实恁的秘密唔难呢啊，虽然我无参与，但不过我拢知影。思思，你是咧讲啥哦？我甲文珍哪有啥物款秘密？明明就有，你敢唔承认哦？啊！文珍，你是不是有偷金佳瑶啊？哎，思思，你是听啥我袂讲的啦？你清楚心里的啊！你讲文珍转学进前，有甲你偷亲吗？哦，你原来是咧讲一件代志哦。原来，敢讲，搁有我唔知影的代志啊？当
当然嘛是无。思思啊，你讲生肖，敢那也不讲过头尔。歹势啦，文珍，我是讲咱真熟啊，你应该不要紧啦吼，卖见怪嘞，歹势。不要紧啊，我细汉的时阵的代志啊，要紧啊，就要从啥。坐下啊。老公，多谢你，你就是遐尼啊体贴，搁买啊我食。你就是遐尼啊爱我。阿水，恁在哪吃？我去便上。这条跑嘞，那你到底在吃啊？是啊，我跟文珍的事情，这次绝对没办法，是要怎么办？思思，你听我说的。文珍，多谢你耶，这条破链，多谢你替我找到呢。我找很久啊，还不记得你放在哪里，原来就放在我的包包。多谢你耶，我吃这顿饭哦，真有意义耶。文珍，你不是要去洗手间，那个在叠家。我去帮妈来去。来，你最爱吃的苦瓜，你吃过。要问你，要问什么代志？现在两栋区各偌济地吧？哦，为着春节档期哦，咱这届进货量，比月平均量低100公斤吧？爸，什么爸？你爸无你吃啦？到底偌济？这部分是阮爸负责，你应该问伊啊。莫讲你恁爸啦，讲落伊。我是鬼巴多火，原本已经有三成的利润啊，即马吼猪肉的价钱，母我就要做白工啊！啊，恁爸规工咧顾兄弟伊入去啊，坚持要甲阿英啊进货，伊的猪肉比别人贵要两成，真正毋知要做心酸啊，做心。总经理，话袂当安尼讲啊。我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啦，现在消费者是很巧的，只要我们把食材的品质顾好，消费者自然就会买单。你有看到那销售报表吗？你就知道我们的销售量比上个月加一倍呢。嘉纯啊，你会说这话哦，就表示这段时间你在九峰餐厅做经理哦，白做啊。你的眼光也是停留在你妈那款小店面，一点仔进步都无啦。安尼，请问总经理，你感觉爱有啥款的眼光甲思想，才会当做九峰连锁餐厅的经理？你应该知影，咱即卖冷冻食品的收入已经袂输咱餐厅的本业啊。万一阮了若是起，伫餐厅内底一出菜，若是几十块、五块，对来食饭的人客来讲是无甚感觉啦。
啊，不过冷冻食品就无同啊。你若是贵五块、十块，对消费者来讲，迄价钱就差足济，是会影响到因购买意愿啊。所以总经理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对冷冻食品，咱的成本得要严格控管。你阁无算戆嘛？哎，啊，不过同款的话哦，我甲恁爸已经讲十几落百遍啦，啊，伊就是听无啦。哼，更喜欢咧回补落去哦，这条赚钱的路早晚会断在恁爸手头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应该甲阮爸好好参详啊。啊，讲到阮爸，伊人咧，这几天伊拢无入来。因为恁爸唔知影要安怎处理佳瑶甲文珍的代志，伊迄个无担当的个性又搁咧发作，早起闭起来。啊，恁爸去南部找朋友啦。啊，你要过年啊，规个餐厅的员工哦，无闲甲变过啊，伊搁去找朋友。阿姨啊，你赶紧来叫动来啦。啊，我有甲催过啊，我无伊的法度啊。小飞，我先帮我带奶家哥哥。啊，妈，你要讲啥？小飞啊，啊，看你忝到安尼，妈实在就唔甘的。哦，恁阿叔哦，实在啊。啊，卖可怜啦，你给我去困一下。总经理，我袂记外口有人找我，我先出去处理一下哈。哎，小飞啊，啊，最近郑群那要拢无来找你啊？恁是毋是拢约伫外口见面啊？大家拢足无闲的，是要约啥？话毋是安尼讲啊，男女之间哦。莫讲是男女朋友，就算是翁仔某，久若无见面，感情会变薄呢。妈，我甲罗振群是普通朋友，无啥物男女感情啊。你是骗我毋捌少年啊？啊，恁若是普通朋友，伊哪有可能遐尔用心甲你斗相共？莫讲别项，干那伊看你的眼神，我敢保证，伊绝对是介意你。妈，咱莫阁讨论这个问题啊，好不好？我最后一次甲你郑重宣布哦，我甲罗振群只是普通朋友尔，阮无可能会做伙。以前无，即马袂，以后嘛绝对无可能啊。安尼你了解无？我拜托你哦，莫阁提起这件代志。我还阁有代志，先去无用。无啦，小飞，小飞，小。总经理，外口有一堆人会讲，甲你有熟识，你干要拍招呼？啊，先莫管这件代志啊！家属来来来啦，来来来，我有一件代志要问你啦。哦哦，你要问啥？啊，小飞甲郑群的代志啊。啊，恁两个，刚刚真正有代志发生哦。你若安尼问，啥物叫做刚刚真正有代志发生？你是毋知影啥物代志？是我毋知影。无啦，都顶届我问讲哦，是安怎罗副总伊最近拢无来咱家食点心啊？小飞拢一直无甲我讲，我就感觉吼，伊一定有代志。嘉贤，你无骗我？骗你要创啥啦？阮两个伫公司无闲到哦，参食饭啊，拢是伫厨房白两嘴，就继续去无闲啊。伊都无机会甲我讲啊。那你就安尼讲，就证明我毋是乌白相。你看吼，因两个敢毋是冤家啊？小飞那雄雄这么坚持，讲伊甲郑群之间无可能，敢会是第三者？那安尼听起来案情并不单纯。我想吼，因两个应该是比咱想的搁较严重哦。演唱会，你前一天明明就好好，我看会出来，小飞足期待。啊，不过住一天了，就
无发展啊，啊，即马搁打回原形，伊做普通朋友。嘉纯，你想办法把这件代志查清楚。啊，我，这是命令，你爱把伊当作公事处理，知影无？文正一条破链，是要怎处理才好？怎样？你现在就不应该呢。明明就讲好啊，咱阿伯要请文正，啊，你煞给文正付钱啊？哦，无啦，文正的个性原本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我出去食饭，伊常常嘛拢手咧付钱。你的意思是讲？你两个人私底下常常约去吃饭哦。啊，无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意思是讲哦，阮甲客户出去应酬吃饭，常常拢是在付钱，啊，到时再甲公司欠款就好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打算讲，你两个人常常出去。无啦，这边哪有可能？我家拢做无闲的，而且我嘛不可能安尼做。啊是啦，你陪我的时间已经有够少啊。那有其他的时间去陪别人吃饭啊？我听吧，现在是辛苦。啊。但即马甲思思原本一条破链退出，啊，若无去予思思发现有两条同款的破链，安尼到时阵我着真歹解释啊。嘉瑶，你这个事情有哪足奇怪？啊，什么代志啊？我会记得，我出门明明就无甲破链在，那是安怎破链会出现伫我的包包？